今天要带大家飞到马尔蒂夫的南端，探索一家2019年新开幕的酒店 Pullman Maldives Marmoutta 马尔蒂夫博尔曼度假村。隶属于雅高集团的 Pullman 在集团内被定位为顶级奢华系列，秉持着高端生活风格的理念，雅高集团将 Pullman 构筑在世界上最大的环礁之一卡夫阿里夫环礁上，并提供极尽奢华的铂金全包式服务。整座岛屿布满着18公顷郁郁葱葱的热带动植物，这里更以原生态沙滩及丰富的海洋生态闻名。正是因为这样高标的精致服务与独特的热带风情，让许多旅客不辞辛劳地愿意搭乘60分钟国内线飞机以及快艇来此感受人间天堂。岛上拥有122栋别墅，以沙滩屋及水上屋为基础，提供双人别墅、家庭别墅等12种房型，有 Beach Villa 沙滩别墅、 Beach Pool Villa 沙滩泳池别墅、Ocean Villa 水上别墅、 Ocean Pool Villa 水上泳池别墅、 Ocean Pool Suite 豪华水上泳池别墅。在典雅舒适的水上别墅内也附有玻璃地板，让你在房内轻松窥探海中世界。住在海上不够新奇，度假村内有最具特色的 Aqua Villa 海底顶级别墅，卧室浸没在偌大蓝色西湖之中，周围的水中生物伴你一起入睡，为你带来真正难忘的海洋体验。家庭或是多人旅游，度假村也有适合亲子的家庭别墅，或是可以选择岛上唯一的奢华皇家别墅，完美隐私与娱乐兼具，全包式与高度客制化的服务。这间可是号称度假村内的度假村，可想而知它极尽奢华的程度。不管选择哪一种房型作为你的度假小屋，别墅内的 mini bar 都免费让你每天畅食畅饮，轻松度假。打着高端全包式的头衔，这里的用餐品质一点也不马虎，三餐以及无限量供应的酒水饮料都可以在岛上三间餐厅、三家酒吧尽情享用。有别于其他的全包式服务，这里的所有餐点皆以点餐式为主，现点现做，每一份菜单都是别出心裁设计出来的。岛上的餐厅有 Mi Lounge 全日自助餐厅，提供各国国际美食外，也能因应旅客需求供应素食、无麸质、无盐或是清真餐饮，享受客制化服务。坐落在花园中的 Fake Million 素食餐厅，采用园内新鲜食材以及本土料理风格，让饕客们跳脱素食的刻板印象，体验全新素食菜单。Sukhavan 中东餐厅提供主厨的创意中东料理，也能享受来自全球各地80多种的葡萄美酒。 The Hub 池畔酒吧，这里绝对是品尝调酒师精湛手艺和欣赏印度洋美景的绝佳之处。 Safran Bear 日落酒吧，供应各式各样的烈酒和特调鸡尾酒，还有西班牙小吃 Tapas。 The Rising 日出酒吧，享受健康美味的 brunch、 鲜榨果汁、咖啡，开启你美好的一天。踏上度假村就像来到人迹罕至的原始小岛上，和多数酒店不同，这里有着天然森林与湖泊，不管是在林间慢跑或是漫步，可以享受完全不同的休闲体验。湖泊之上的浪漫吊桥更是情侣们来此不能错过的拍照景点。 Pullman 围绕在马尔蒂夫数一数二大的西湖区上，总面积为1700公顷，拥有多达26个超棒的潜水地点。也因为接近赤道，这里的海洋生物以及珊瑚品种非常丰富，让潜水客流连忘返。除了天然资源外，岛上的活动设施也相当齐全， SPA 中心、水上活动、健身房、瑜伽课程、室内模拟高尔夫、各种室内游戏，还有提供中英文歌单的 KTV， 让你的度假行程精彩万分。 Pullman 所提供的铂金全包式服务包含浮潜导览、落日海钓、落日巡航、海洋生物讲座等活动，度假不用烦恼其他预算，尽情陶醉难得的假期，体验马尔蒂夫最奢华的享受。
作为世界前三大的酒店集团，雅高正在马尔蒂夫蓬勃发展。短短两年内，已在马尔蒂夫拥有五家不同形态的酒店。而高端奢华的 Pullman 即是集团最新力作，非常推荐给找寻全方位服务、一价全包旅游的你。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，对于酒店还有其他问题，也欢迎联系或在下方留言给我们。我们下次见。